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，江湖豪杰来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。传天书，神情如烟，射地书，是条好汉。穿山书，铁臂神拳；翻墙书，身手不凡；金毛书，一身是胆。这武术一解金兰。你去了相爷之地，还龙虎峰，竟成了京城守。晴天霹雳，我痛不欲生。不久之后，我爹卧病，我也无颜回去奔丧。街坊邻居都说我不孝，在当时的情况。我只有一死。也许是上天捉弄，居然是白天阳救了。当年我跟他曾有婚，为了你，我背弃了他，私自逃亡。后来他救了我，我心存感激，只好答应嫁。婚后他对你可好？告诉我，他对你好吗？我知道你受尽了委屈。人人都说他是个大好人，其实他娶我是别有用心。魏延，当初你逃婚害得我被人家耻笑，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沈少白他可以抛弃你，我也要同样的羞辱你。嘿，沈少白他抱的是金枝玉叶的美娇娘，他不要的，他抛弃的。哎，我白天阳居然还拿他当个宝。你说够了没有？你不要再折磨我了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泪汪汪的呢，你这样让沈少白看着他会心疼的。我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快要被你逼疯了。哼，我就是要把你逼疯。哦，来来，乖乖乖啊，别来抱啊，好好好好，来来来来，哦，不哭不哭不哭，乖啊。你竟然那么恨我。为什么又这么疼爱这个孩子？不错，孩子是你跟沈少白生的，可是只要我好好的带他，将来他心里边就只有我这么一个爹。哎，啊乖啊啊，好好啊，不哭不哭啊，乖不哭。这么说，雪梅是我的亲生女儿？没错，果然是妇女人心。那天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雪梅是我女儿，是我亲生的女儿。不准你们父女相认。你说什么？我不准你跟雪梅相认。为什么呢？你愿意让他知道他的亲生父亲竟是一个抛妻弃女的负心汉。在他的心目中，白天阳是那么的慈祥，是他最敬爱的父亲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
为了顾全他的儿女心目中的地位，从来就没有说出过受折磨的真心，只有借着喝酒忘却一切痛苦。我能够如此受尽委屈，你呢？慧英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亏欠你们母女的太多了。不要碰我。慧英，我们曾经是夫妻啊。我的心已经死了，我们的夫妻之情也早已恩断义绝。我会补偿你的。用不着，我是个跌在烂泥中的女人，纵然挣扎着站了起来，也还是满身污泥。而你高高在上，如在云端，你用不着再为我们付出什么，我也不会连累你。过去的我承认错了，如今我只是想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和关爱。那更用不着，雪梅要是知道她的父亲是你这么一个人，你想想她会有多难过多痛苦。可是她究竟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不让我们父女相认，这是多么残忍的事啊。当初你抛弃我们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这是多残忍的事？沈少白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们，保重。慧英，慧英，沈大爷，沈大爷，魏庄主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才啊，让我亲耳听见，也让我亲眼看见，这一出啊，是精彩绝伦、感人肺腑的好戏啊！刚才你都听见了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沈少白，你只要花3000两黄金，我真是守口如瓶的。放肆！二凤，天恒，不可以！你还敢杀我？啊！沈少白，你要弄清楚啊，这监察御史贺正南是我的表叔，如果我具状将你抛妻弃子、欺瞒圣上，又娶相爷之女为妻，这种丑事啊，如果呈到我表叔那儿，哎呀，您瞧瞧，这种后果又如何呢？无师之徒，竟敢诋毁本爵！啊，算了算了。沈大善人呐，你就不要恼羞成怒了啊！刚才的事情呢，我是亲耳听见，也是亲眼看见的啊。我看呢，你就等啊，皇上将你是处决治罪吧。我先杀了你再说。二凤，不值得。是是，你看到了没有？这还是沈大善人呐。他是食物。好，3000两我给。3000两您太小气了吧。不，这个数什么5000两？你你刚才瞧见了没有？就他这么一件呐，放在我这儿，哎呦，吓得我是心惊胆跳。沈大善人，您就贴补贴补吧，我加个2000两，哎，这挺公道的嘛。这什么这？
我告诉你，钱你给我准备好，啊，两天之后我派人来取。沈少白，记得吗？5000两，不得有误。老爷，你怎么样？您先歇着，我去给您请大夫去。白姑娘，是你，有事吗？我家老爷生病了，能不能麻烦您出诊去看看？怎么，有什么为难之处吗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们夫人出去没回来，我们小姐挂念着。不便出诊。奇怪，白夫人见过老爷之后就回来了，怎么她还没有回家吗？我娘去找过沈大善人。是啊。为了什么事啊？本来这件事情我家老爷是不愿意太多人知道的，不过我想等白夫人回来之后自然她会跟您说的。白姑娘，其实是我家老爷给了魏星海一笔钱，所以他才愿意和解的。白夫人就是去向我家老爷道谢的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哼，原来魏星海他得了便宜在卖乖。既然沈大善人施恩，我更当尽心回报，前去医治。多谢白姑娘。白姑娘，我家老爷到底是哪里不舒服？不碍事，只是一时血气不顺，痰火虚逆所引起的心痛。待会儿我开个方子，抓几副药，吃两天就没事了。谢谢。沈大善人，方才急于诊治，忘了向您谢恩。雪梅仅此，多谢您施恩救我娘出狱。不要如此见外，我这么做是应该的，以后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沈大善人，那您好好歇着，我先走了。雪梅，啊，不，白姑娘。有事吗？没有。沈大善人，您躺着，不要起来。二凤，送白姑娘。是老爷，白姑娘，请。告辞。是天涯，父女不能相认，这是多么悲惨的事！沈大善人突然卧病，是不是受什么刺激啊？他是被那个宋师魏星海给气的。他又惹出什么事啊？他跟我们家老爷勒索5000两黄金啊！那魏星海凭什么向沈大善人勒索钱财呢？他说。我也不太清楚。二凤姑娘，万一沈大善人的病情有什么变化，请随时通知我，我会尽心尽力的。谢谢。这酒呢，是越陈越香，朋友是越老越好，知道吧？听见没有？只有好朋友才会请你喝酒吃肉啊，是不是？来，坐坐坐坐坐坐，来，坐了坐了坐了。咱们今天呢，就喝他个不醉不归啊！客官请慢用啊。雪文，不许喝酒，回家去，走。雪文，不要理他了，当他的放屁就是。你才是放屁呢，就是你们这些混混把我们家雪文带坏的。喂喂喂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一个不守妇道的酒鬼，你也敢在这给我们大呼小叫的？不许说我娘！你现在是想打架是吧？我退你了！哎呀，快！
没什么，交友不慎会受害终生的，以后不要再跟这些人鬼混了啊！走，你回家去。你不要管我，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。雪薇。魏星海这个人呢，一直是贪而无厌，勒索得逞之后，食髓知味，他一定还继续要挟。小姐，您赶快给沈沙善人送个信儿，叫他小心的应付。我给多次对付这种人啊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杀了他。沈大善人是我们白家的恩人，我这么做是为了报恩，也是为了斩奸除恶。小姐，当初我要杀他您不准，怎么现在又非下手不可呢？我娘当时还在大牢里，现在她已经没事了，我就无后顾之忧，当然可以放手一搏。小姐，你要想清楚啊，那魏星海这个人阴险狡猾呀，不是那么容易对付得了的。我既然能够杀掉冯大户跟雷震云，自然有办法可以解决掉魏星海。雪梅居然是银簪命案的凶手。我既然能够杀掉冯大户跟雷震云，自然有办法可以解决掉魏星海。雪梅，杀人是要偿命的，你怎么那么傻，做出那么糊涂的事来？小姐，你怎么安排呢？我亲手写张帖子，约他明晚在城东的醉月轩见面。明天一早你就把帖子送过去。醉月轩，醉卧美人心，月儿上林梢，有意思。啊，你回去啊，告诉白姑娘，我不会辜负她的美意，我会准时赴约。是是是。沏了一壶茶，咱们娘俩就喝杯茶聊聊。娘，我有点累，想早点休息。茶能提神呢，再说娘也难得有那么好的兴致，你陪陪我吧。夫人，林七，你叫我，你也来一块坐下。哎，谢谢。喝杯我沏的茶，尝尝看我的手艺。不敢不敢不敢，谢谢夫人。雪梅，谢谢小姐。我已经听了你跟学文的话，把酒给戒了。那太好了。啊，家家弥陀佛，户户观世音。对于这两句话，我本来也一直是一知半解，直到最近才有了一点点领悟。娘，您悟出了什么？这两句话的意思，并不是叫我们光只是拜佛就能够得着平安福气，而是说，对于养育我们的父母、扶持我们的兄弟姐妹，甚至于朋友，都应该惜缘惜福，这样菩萨才能存在于家家户户每个人的心中。娘，您今晚怎么会突然说这些话呢？随便聊聊。再不喝茶凉了。哎，好，谢谢夫人。哎，林七，你本来是一个江湖杀手，在重伤垂危的时候被白天阳给救，从此之后你就金盆洗手，甘心为苦，
这不也是因为席缘吗？是啊，没错没错。雪梅，你是个乖孩子，娘这一辈子最满足的一件事就是有了你这么一个女儿。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，娘一定会更喜悦更惜福，全心全意的做一个好母亲。我不承认这一辈子我对你的亏欠。娘，你现在已经是个好母亲了，你对我跟雪文都没有任何亏欠。说到雪文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他。你们白家只有他这么一个男丁，今后你要好好的尽到做姐姐的责任，教他学好，让他能够出人头地。娘，我觉得你今晚有点怪怪的。哦，有什么怪的？娘跟你谈心嘛。刚才谈的都是娘的心事啊。夫人，请恕老奴直言，夫人刚刚那番话别有用意吧？你怎么了？见到我吗？几岁的人了，还那么孩子气？你成天躲着这个地方，吃不好睡不好，娘看了好心疼。娘要出远门。再也不担心会碰见娘。你要乖乖的听姐姐的话，用功念书，别辜负了你爹对你的期望。你们白家就指望你一个人。
我就知道你会感恩图报。哎，我说雪梅啊，当初把你娘啊这个救出大牢，哎，我可是绞尽了脑汁啊。哎，他那人不要害臊吗？转过身来，我们痛痛快快的喝酒啊。啊，对，这个简帖上说，说是醉卧美人膝，这个既然是醉卧美人膝，那一定是以身相许了。既然是定情之夜，又何必矜持嘞？宝贝儿，来吧。啊，宝贝儿。是你，是我娘她，去死吧！雪梅，学文，数日未见你归来，忧心如焚。我已经大叔赶往这月轩处理娘的事。如我发生不幸，好好的活下去，白家的血脉只剩下你了。切勿再堕落沉沦，姐，雪梅留。郑月轩，娘，娘，
于出了这口怨气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去看看冰淇淋。你得说，你醒醒啊！得说，得说，得说。小姐，我和夫人在照顾你呢，你自己多保重。听说，哎呀，少爷，少爷他，听说，听说，魏新海作恶多端，我杀了他，免得他再去害别人。抓我，我是凶手。带人犯白慧英，带人犯白慧英上堂。喂，林父，扣紧包带。白慧英，你因何杀害魏新海？包大人，魏新海再三欺凌林父，林父忍无可忍，故而将其诱至醉月轩，趁其不备下手杀害。凶器可是这支银簪？不错。月前另有两起命案，凶器也是银簪，你可曾听说？您不知道。这盒中有两只银簪，你可要认清楚了。白慧英，这两只银簪你可认得？您不认得，正是林父随身之物。如此说来，冯大户与雷震远之死定然与你有关，还不快从实招来？回大人，他们二人都是林父所杀。你与他们有何仇恨？那冯大户曾屡次欺凌民妇，民妇人财两失。至于那雷震远，他意欲霸占白氏房产，并多次设计陷害，民妇愤而杀之。他二人均是习武之人，孔武有力，且均有心腹随身侍卫，你是如何下手的？回大人，民妇是趁他们不生酒力、酩酊大醉之时下手。白慧英，你可懂得血脉械道？略知一二。那冯大户致命之伤乃是移方穴，当时你是从右方还是左方下手？那冯大户致命之伤乃是移方穴，当时你是从右方还是左方下手？右方。胡说，你若从右方下手，刺中的当是哑门穴，分明是信口开河。大人，民妇当时心慌意乱，而且事隔月余，民妇记不清楚了。好，那本府再问你，
尸首旁边为何有梅花花瓣？时值严冬，梅花凋落乃是极自然的现象啊。不对，当时停尸之处并无梅树，可见梅花乃是蓄意撒放，你是何用意？民妇认为花瓣凋落正如生命殆尽，故而撒下，于是一丝倒意。此语牵强，不足采信。白慧英，你供称冯大户、雷震元命案均是你所为，但疑点甚多，有冒称顶替之嫌。包大人，民妇确实是凶手，三件命案都是民妇一人所为，绝无顶罪之意。白慧英，你还是想清楚之后再行应讯。来人呐！在。人犯还押，择日再审。退堂。慧英，你来做什么？你以为你这么做，这二十年来我心里面对你的恨就能够一笔勾销了吗？进大牢来看一个死囚，有失你尊贵的身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不必白费力气。要是怕死的话，当时也不会那么做了。我不相信你会杀那么多人。告诉我，慧英，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。慧英，告诉我。想替人顶罪，沈少芳，为什么我死罪难逃，时日无多？如今我只想求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走了之后，雪梅更加不易。尽快带他离开这儿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这件事情务必要谨慎妥善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为什么？不要问这么多了，你照着我说的去做就是。慧英，他……你走吧。他为什么要那么做？白慧英，日前你曾供称杀害冯大户与雷震元，却对行凶过程予以
烟不响。如今你可想清楚了？包大人，民妇已经想得十分清楚。好，那你将当时情形据实说来。是，当时民妇先将冯大户灌醉，然后支开其左右。不久，冯大户酒后乱性，强迫民妇与其宴好。民妇虚以委蛇，暗中将银簪取下，行刺。当时，你可曾饮酒？有。什么酒？喝了多少？白干，大约喝了十几杯。饮过十几杯烈酒，想必有熏然醉意，绝不可能如此精确，力道十足，一针让对方毙命。你所说的全属捏造不实之言，本府认定你有顶罪之嫌。任何人不会无缘无故替他人顶罪，你如此做必有隐情，想必你知道真凶是谁。快说，你为何人顶罪？包大人，林父确实是凶手，并未替任何人顶罪。待击鼓鸣冤之人，待击鼓鸣冤之人上堂。雪梅，小女子白雪梅叩见包大人。白雪梅，你因何击鼓申冤？回包大人，民女是为母亲申冤，我娘她是冤枉的，她没有伤害冯大户跟雷震远。你胡说些什么？好好一个女孩子家，跑到公堂来做什么？你回家，你走。白慧英，公堂之上不得喧哗。白雪梅，你如何证明你娘未曾杀害冯大户与雷震远？回包大人，其二人是死于民女之手，民女才是真正的行凶之人。雪梅，雪梅，别做傻事，娘求求你。娘，您的苦心我明白，可是我绝不能让你喊冤抹白。魏星海也是我杀的。白雪梅，包大人，我才是凶手，我女儿是冤枉的，她是无辜的，她是为了替我顶罪才这么说的。包大人，我已经认罪了，杀人偿命，你就干脆把我杀了吧。包大人，白雪梅，本府尚未审讯完毕，你不必如此的喧嚷。你走，快走！放肆！白雪梅，你自称杀人，可有真凭实据？有，人家是家中老虎丁七。丁七已死，无法对证。你可有物证？有，雪梅。
自尽。